今天天气非常差，能见度很低呀。今天啊是沙尘天气，但是法海妹妹休息，所以选了一个不近不远的中间地点顺义区进行会面。哟，你今天怎么穿这么少啊？这还少啊？不冷啊，刮那么大风，好几百级大风。全世界我愿意。哇，这好看呢。哇，真好看，来。看看这儿，看这儿，来来来。哇，这一块那么多好吃的，快看！猴子的救兵，哎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饮料，茶，奶茶。光喝茶还吃不饱啊？对，这后边你看，西北莜面，这不好吃。那个可贵了。西北这人可多了，现在。完全这厨房都是开放式的。今天会不会紧张啊？西北，请您用餐了，中桌。然后那边有一个蛙小侠。上边有胖哥俩，这都什么吃的呀？什么牛排、鹿港小镇，看，这现在吃的好丰富啊！请法海喝个烧仙草。对，先喝个烧仙草。哟，这是什么呀？这里边还转着呢，小胖胖，这是不是？这是燕窝啊，这就是。鲜炖燕窝怎么这样啊？我第一次见燕窝。我以前见过，跟那什么一样。跟男人的那什么似的，老师，这是哪个？是哪个呀？这是布丁的。啊，我要这布丁的。这个。我这是燕窝的，我也没尝出有燕窝来。你人叫燕窝烧仙，哪真给你放燕窝那么贵？看见了没有？北京健康宝疫苗接种。接种一次可享受88折优惠。你注射疫苗了吗？没有呢，我注射了呀，我可以出事啊。好。来到一个叫什么地方？四玩街。四玩街玩四个街。那你喝的真快，我这还有这么多呢，你都喝完了。啊，我喝水就是快，咕噜咕噜全都下，咕噜咕噜的。嗯。法国菜，法国。哇，还有卖包的呢，你看看 LV 的，你看这还有 LV 怎么在地下卖？你看，这是真的吗？原价8500，打折18。哎，你不带小花包的？换个风格，我爷们儿爷们儿。爷们儿，咱们就离开这个地方。小时候北京顺义小学。还很无花果啊，都是那小孩小时候的玩具。哇，这个店真的挺老的感觉，装修的老。你看还有七龙珠呢，你看。哎，这个我特别爱玩，这个这个是。还有小队长、中队长、大队长，这是什么呀？嗯、这五个的。五大哥。哪有五个的呀？五大哥。最大是三个的，小队长、中队长、大队长。来、哎，这边。萌萌给我买的这个哈，以后你叫蒯萌萌知道吧？我叫蒯萌萌。你看那蒯字不也跟那个萌字很相像吗？差不多。对，这5块钱一个啊。对，拿着它多好玩啊，是不是？是的。就去这个吧，西安小馆儿。行。这个还不错，蒯萌萌要请我吃，走进去。你的臊子面。哇，好烫啊！哦，把蛋给搁进去。嗯，你能吃得了这辣吗？我不知道好吃不好吃，应该可以的。你都没吃过？嗯，你没吃过臊子面？好吧，潼关的肉夹馍，你看多脆呀、啊，这个赶紧吃，趁着这热就赶紧吃，塞嘴里啊，往嘴里使劲塞吧。哦，使劲塞喽！潼关肉夹馍我也尝尝。你别告诉我你没吃过。当然吃，我必须会吃。嗯，好吃，好好吃呢。别端着了啊、该怎么吃怎么吃，没事儿。这里边你刚才你还找牛排呢。是，我一般自己一个人出来吃饭，很少吃牛排，都是吃牛排、吃汉堡、吃薯条，啊、哦，或者说吃意大利面什么的。意大利面。嗯。好，没吃到肉第一口，再来一口。嗯，还是没咬到肉。一会儿再咬一口没了。对，这大拌菜还不错，这凉皮儿，这都是家常菜啊。蒯萌萌没怎么吃过。凉皮儿我吃过，跟超市买过。啊、大拌菜好吃，就跟沙拉似的，我喜欢吃。
焖面，咱们北京的我妈就特会做焖面，我就特喜欢吃焖面，看着还行，不知道味道怎么样，我尝尝。嗯，哎，挺近滋味的，是吧？一会儿咱们吃完了去顺义公园转一圈，真好真好。这顺义公园远吗？走着就能过去啊，走着就能过去。是的。哎呦，怎么有股臭味啊？怎么是这个狐臭做的啊？哎，说起狐臭，我们以前有一个同事，嗯，不是同学，就是在我那个宿舍对面那床，哎呦，他那味儿就是特别熏人。我现在我都能感觉到了。哎呦天，那你说我还跟他住了两年呢，啊，你可真有耐心的，要我都受不了，一秒钟都待不啊。我们那是原来有一同事，跟前台给人出餐，出完餐之后，然后上去了，哎呦，我这什么味儿啊？不要了，退了。拿过一看，我说没有衣服，没有袖，人家为什么要你看？啊，你尝尝里面分都什么味儿啊？我不要，不吃了不吃了。出餐是臭的。啊，那这。我后来一闻他身上的味儿啊，厨师车胡臭。那能当厨师吗？他就是啊，他就是后厨的呀，那怎么弄啊？那不给人做的饭都变了味儿，串了味儿。是，后来他就备货去了，要不然上前台打扫卫生什么的，反正就不跟后厨待着了。你看我这么美，我当然得喷点香水了，是不是？然后拿起那个10块钱三瓶那香水刷刷你，我说要不然你别喷了，我给你买瓶花水。得了，那可不行，我这么美就得喷香水啊。你们同事啊？啊，我的妈。我说要不然您别喷了，您喷了之后感觉他还不美。那可不行，哎，拍着脸跟打爽肤水似的，其实脸什么都没有，一空的油，炸油条的油。我说你要不然洗洗脸去。不行，我是还真那反正就是炸油条味儿和那香水味混在一块堆。我的妈，哎，怎么跟那谁似的，某某姐姐似的，一喷香水他妈好几种混在一块儿喷。住在住宫保鸡丁味儿香水。宫保鸡得有股臭豆汁儿的味儿了，闻着王致和臭豆子。我一香我这种恶心都是。好吧，我都不想了，我们这儿吃饭吧。不行，我得先吃点菜压压筋吧。压吧。老太太跟他干活手慢，这样的。啊，你们同事啊。对，这样的。你看像打太极拳的吗？然后那边都急了，都火上房了，你快点来了。这什么公司啊？就是你通州那公司。现在上班。这个做的好逼真呢，是吧？画是吗？摸一手灰。你看这个串还挺大的啊，这几串，这豆腐串。来，你张嘴，你给你拍一个。迷你搜哈，就跟那个差不多。但是这都是女孩的东西，萌萌姐姐可喜欢这个，有一颗少女的心，是。萌萌姐姐一到这儿就走不动道了，是吧？特别喜欢这个哈，这叫什么？碗钉啊，还叫什么？妹妹要看手机，哎，这手机跟我那个刚卖了的那个。红米那个是差不多，这红米的，这怎么四个摄像头啊？对呀、啊，你这多少个摄像头？可以，你这手机可以回收了，直接可以给你那个。我这有这个，就是。妹妹喜欢小米。这也没有那个。啊，出太阳了，没有雾霾了，没有那个沙尘暴了。你看，哎呦呦呦，这风还挺大的。哎，小心注意发型，注意发型。哎呦，我这发型都吹乱了，真是的，这风大着的。呵呵呵。世界百货。旁边这个是家乐福啊，这也是一个中心，什么购物中心？它这个购物中心全都集中在这一块儿。你看，这个就是刚才逛的。所以说嘛，顺义没有多大，顺义有一个牛栏山一中。牛栏山一中可牛，这是出口。I love 什么 NW 是什么意思 ？NW New World。妹妹也买了一个东西，她特别喜欢逛这个名创优品。快萌萌，你买的什么？我买了一个洗面奶。啊、嗯。然后又买了一个洗面奶，还买了一个小玩偶。你看那个小鸭子可爱吗？我也买了一个小鸭子，好玩。
卖大疆的飞机，这就是我那个小飞机是吧？重，重，对，重。看你好小啊！这是二弹，我买的一弹我还没换呢。对，这叫遥控器。是这样的吗？闻一闻味儿，我特别喜欢这个。哦，香水的味道。不是，机械的味道，电路板的味儿。哎，我怎么跟好几年没出来似的？看什么都新鲜。我也是。哎呀，在外边逛一逛啊，这是顺义公园，大公园。想起我原来在苏州大公园是逛了，哎呦，那边那 gay 有同性恋有可母了，真的，一上来就嗑着瓜子儿、啊，对对对，就那样，好家伙，还拿手绢翘着兰花指进宫啊，是吧，娘娘？宫里的生活就是这么枯燥乏味无聊，咱们到宫里瞅瞅。嗯，对，一入宫门深似海，深。哟，宫门怎么关着呢？因为本宫还没到呢。嗯、哦，是吧？哎，这还有字儿呢。你看这字儿，这就是一看就是以前八九十年代那字儿。嗯，你看，它是这种特殊的字体，说不上来。北京迪伦实验场，中国银行，北京市顺义支行。好多顺义的朋友应该知道这个公园。天哪，这风哦，哎呦喂、哎！大风，大风太大了。哎呦，本宫的发型都被吹乱了。那走吧，咱们回宫吧啊！走，咱回宫吧。行，回去了啊！嗯、再见吧。再见。嗯，回见了你啊！回见了你了，回见你了。嗯，和妹妹一直从中午逛到了晚上，有妹妹在真是太开心了。快萌萌，我们下次再约吧。再见喽。